五日根，你是个良民，请你跟我们合作，帮我们抓逃客吧。逃客也没碍我什么事，我干嘛要抓他呀？如果你能帮我们抓住逃客，黄金白银随你挑。你们来我们草原，祸害的要什么没什么了，我要黄金有什么用？ 要么这样吧，咱们俩比试比试，摔个跤。要是我输了，我就听你的。来呀！ 你赢了，说你要什么条件？花姑娘怎么样？花姑娘。 是日本花姑娘吗？怎么样了？乌日根答应了。 可他不要黄金，他要花姑娘，花姑娘，多的是。可他说要日本花姑娘。嗯，那么这件事情你来解决。是。真领来个日本女人呐！ 就我一个布单子，难怪你们日本人来强占我们的草原呢。原来你们连女人都养不起啊！蒋冠先生，我说的不对吗？吴先生，人你也见过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嗯，我这个人见不过女人受苦，他围个这么个布单子算什么呀？ 你得让他穿上我们的蒙古袍子，在这儿转一转，让我们大伙儿瞧一瞧啊！拿件袍子来，来了，袍子来了，快穿上！快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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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你们糟蹋我们妇女姐妹的时候，怎么不懂得尊重呢？吴先生，人，你看好了吗？看好了。那逃课呢？逃课。我们这么多弟兄，你只领来了一个人，你就不能这么打发我们吧？花姑娘，住手！放开我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
有几个日本兵，肯定是抢了牧民的东西。好，我们去把东西抢回来。去。哎，姑娘，花姑娘，你们要去哪里啊？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起走走？去我们那里玩一玩，跟我们走走吧。大嫂，日本人来了。整天你就瞎折腾，瞎折腾，这回好了吧？弄得我们狼狈逃窜。哎呀，你就别瞎唠叨了，一会儿人家追上来，活命要紧啊！快走吧，这，快点！废物，是，全部都是废物。抓不到逃客，马也征集不上来，连枪都给女人抢走了。一群笨蛋，我要你们还有什么用啊？我也没有想到这里的牧民这么厉害。你还好意思说？啊，红哥儿他们抢了日本人就跑了，日本人追得屁滚尿流，都没追上。哎，红哥儿真是好样的，这帮日本人连个女人都斗不过，还想霸占我们的草原，我看他们真是找死的。是啊，好。海天，我们要去收拾那帮日本人。走好走。你不要怪我的脾气太大了。说真的，小野君，你也该知道我的难处。现在我们马匹征集不上来，总部那边给我的压力很大呀。队长，我明白，我已经尽力了，您放心，这几天我一定给你个交代。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。是，队长。吴日根，出来！你们又来了。哎呀，我还没来得及去找逃客呢。啊？不用了，我们来是让你把你的马贡献给皇军的。这可不行，这可由不得你。上！哎，好家伙！五郎，五郎，五郎，二哥，五郎，二哥，五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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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混蛋，二哥，五郎，二哥，哎呀，日本人，我全杀了你们！吴仁根，小心！涛哥，我们一起收拾他们，来吧！好。